社死挑战一。我今天过来找我哎，兄弟。哎，我也不结婚，两个人的话不好意思嘛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两个要给他画一个欧美妆，欧美超模妆，你会吗？会，下一个，这个是地点哈，摆脱了，857，带着欧美妆去蹦迪，蹦迪，追。别学了，学不会的。你们先给我打喷嚏，喷嚏也都不算。先给我涂防晒。那晚上没有太阳了，没太阳了。隔离。算了吧，不用了。哎呦我的妈！直接上妆吧。这边是我的。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我只要求我眉毛一定要对称。没那么多，没那么要求。我能不能用美妆蛋啊？那手怪疼的。没美妆蛋哈。能不能温柔一点？你在杀我吗？这边半边鼻，错鼻。你故意的吧？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画的。不。你们是不是？子越，平时我答应太多，你们想借这个机会打回来。可以，很均匀，真的很均匀。我现在感觉我脸上斑驳。来，我没有别的要求，这一下应该好得。好行，哎呀，专业的哈。哎呀，反正都丑哎。啊操！冰霜喷雾啥？烘焙。我无法呼吸了，会不会化妆？来上三分，你们分都是要用两个不一样的呀？啊，分到两个。不得颜色不一样啊？一样的，都是白的，定的很好了，很漂亮。来眯猫啊，眯猫。来求求了，眉笔用一根眉笔吧。可以嘛，还是？ここは私は一体。会这样笑三次？有那么夸张吗？没事，我没说就这样画的。然后眼影盘来了。救命！这盘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翻车的。先用浅棕色晕染整个眼窝。我啥子哦？你啥子哦？你连哪个颜色你都记不到我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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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你还吓我抖？那画不尖呢？好，可以。好看，好看，像那种哪个打了一顿一样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。我看一下，我快。就算这次走错，也只是怕错过。再见。我不想出门。好玩呀，搞火车。Later。不行，不行，拿不得快，来别了。在旁边等我哥。突然有个小哥哥来搭讪我，这时候我哥居然来了，赶紧加上，开始说教我，赶紧把他们带走。此刻的我已经尴尬地扣住了一套海景房，非要带着我玩。过了一会儿，又来了个小哥哥，趁着那两个傻子在玩，赶紧加好友。这么多小哥哥来找我，赶紧加上好友。搅屎棍又来了，忽然觉得还挺好玩的，这俩也跟着傻蹦。时间到了，他们想带我回家，可我还是没玩够。我想要回家。